喂，嘿，是你的师兄。哦，哦，我在啊。哦，我知道。这些。每一段都是历史，每一段影像都是记录着我们怎么从以前走到现在，每一段都没有办法重新来过。哇，这是当初去病院当头的资料呢。啊，这个，这个没救了。可惜哦，这次水灾淹了好多袋子，不知道资料还在不在。还好啊，我们有那么多志工啊，一个一个接力把这些袋子啊，尽量把它抢救出来，就希望这些袋子都可以抢救回来。嗯，这真的是一场被赋予保存历史使命与意志力的赛跑。我们的手不敢停下来，生怕一个不小心，一段历史就不见了。这个袋子已经处理好了，有没有救，放了我们就知道了。能够将历史保留下来，真的是无比的感恩。现在，我只希望能够有更多的时间与能力，做更多的事情。
回来了。哎呦，累不累啊？来来来来来，喝杯水，喝杯水。我刚刚看大爱台的电视新闻报道说，这次抢救袋子动员了很多人，花了这么多天，袋子有救回来吗？袋子是都救回来了，但是袋子的内容能留下的有多少，失去的又有多少就不知道了。不要缅怀，不要伤悲，我们啊要向前看，以后再来记录更多的回忆，更多的感动。其实我们支持你们呢，来救袋子的，因为这些袋子啊，这些记录啊，就是历史，所以要以古为鉴，以古鉴今。感恩你这么用心的感受，哎。我慢慢觉得，我好像可以先试试看来做志工，来做慈济。真的吗？你自己说的哦。那以后你要跟着我出去喽，那我们就可以去参一起一记录啊。哦，我就知道，我讲你会很高兴，然后我讲出口我就后悔了。哦，原来我每天在你耳边开茶会还是有用的嘛。好了，不要再开茶会，你都不累呀？啊，累累累，这真的好累啊。要做的事情太多，可是身体总是会疲惫啊。但是你只要想到师父常常说的一句话，来不及了，来不及了，你就会觉得有些事情现在不做，可能永远都来不及了。时日已过，命亦随减，我们要把握当下。啊，哎，今天是我们一个礼拜要吃饭的日子吗？啊，没关系，你呀，先去休息一下，待会我们再一起接小孩，然后再去吃饭，好。啊，吃饭之前让我休息一下啊。我先来打电话，订餐厅。好，谢谢你了。在干什么？看，雨过天晴之后，风景还是很美丽的。对对，走吧。我们记录别人做过的事情是很重要的，因为它会影响你，而我们做记录的人更是重要，一定要去体会了解那些被你摄影让你写文字的人，只有你感动你自己，别人才能感动啊！我想我们应该就是这样，大家不管是写文字的、摄影的，还有照相的，有个地方像工作室，我们可以一起讨论，分享自己的想法。如果能这样，一定很好啊。啊，睡不着，睡不着。你睡着了吗？嗯。我一直想起顺德师兄今天讲的话，哎，我觉得他讲的好有道理哦。一定要自己先感动，才能感动别人。讲的好棒，我们一定要告诉他，一定要跟更多人分享。
我明天一定要跟他讲。你有听到我说话吗？分享。喂，是顺德走了，走去哪里啊？花莲大舍堂。顺德师兄最后坐上了火车，回到花莲大舍堂当大体老师。一直想要活出自己生命价值的他，最后还把自己贡献给大家。只是，你怎么会用自己来提醒我们生命有多无常，而分秒又不能空过呢？那天我们在人文走廊，顺德师兄还跟我聊了李贺镇师兄，还跟我说还有事要跟我聊，我们要再约碰面。你看顺德师兄平常这样嘻嘻哈哈，为人也这么热情，他常说要活在当下，要就把事情做到最好，没想到说着说着人就先回花莲。顺德师兄就这样突然走了，没有他真的很不习惯。要是可以早一点认识顺德师兄就好了，我从他身上学到好多好多好多东西。一直记得法句经上的一句话，是日已过，命亦随减。今天过去了，日子就减少了一天，我们的时间也减少了。在我们的生命中，我们可以把握的时间有多少，我们之中能像顺德这样活出自己的价值，知道自己要什么的人又有多少？记忆是什么？记忆是会逗你笑的，小甜心，记忆是会逗你笑的。换你了，吴思涵，你要演微微。我不要上去，我不要演。快点，你自己说你要演的，快点，快点，快点啊！等你，你自己说演。哦，就现在不要演嘛。吴思涵，你当初不是跟老师自告奋勇说你要演微微这个角色吗？可是我现在不要上去啊。老师，吴思涵他不肯上去演。那我们萧庆要演的这出戏怎么办？对呀，吴思涵，你不参加练习，大家通通都不能练习嘞。
可是我吼，都没时间啦！吴思涵，你到底要不要演？要啊！要，那就练习呀！啊？我根本就不想要练嘛。好，等一下来，过来。老师问你，你想不想演这出戏？嗯。嗯。那就要把握时间，把握机会呀、啊！把握时间，把握机会，不要做会让你自己后悔的决定，好吗？嗯。嗯。替我们找一个家，嗯，就是帮北区所有的记录志工找一个家。这个地方啊，可以让所有的记录志工哈，可以在那里讨论我们采访的方向啊，或是说协调拍摄的准备计划。啊，有一个所在很开会，啊是讲吼，我们所有完成的记录也要把它留下来存档啊，要有一个存档的空间。所以除了开会可以做存档的空间，也可以在那个地方啊变成我们所有记录志工的交流园地。对，影像要保留下来、嗯、除了影像还有文字图片，顺德有共轨啊，影像文字跟照片三个是分不开的，我们一定要把它整合起来。而且啊，被采访的人他时间也是很宝贵的啊，那没人说哦，我今天要采访宜隆师兄，我就想说啊，宜隆师兄，我今天先给你拍张照哦，咔嚓，后礼拜想就说啊，宜隆师兄，我再给你做一个采访哦，啊，两个月之后又去找说，师兄，借我拍一段影像好不好？这样其实对被拍摄、被采访的人也很不尊重，很不礼貌啊。我在想，当初顺德应该就是想到这些。顺德师兄啊，总是这么有远见。嗯，所以你们都没有意见吼？太好了！顺德师兄，我听你讲啊，要热情，要留下些什么，对不对？就是因为他常常说这句话，所以我才想说，我们一定要完成他的心愿。我想顺德现在在天上，如果知道这件事情，一定会很开心的。师姐，大家怎么说？大家意思是讲，参照师父讲的，咱若认为对的，咱就去做。Yes， 太好了！我们一定要尽力完成，我一定会把这个事情做好的。还有我们遇到困难啊，要一关一关把它处理掉。是啊，起码吼，恁场地就尽量去找，啊，看安怎规划。啊，若是爱出钱出来的代志吼，交给我来解决，吼。哦，有你们真的很棒哎！除了文字以外，我什么都不懂，感恩各位支持。懂跟不懂不重要，上界重要就是讲吼，愿意去做，愿意承担，才是重要。我一定会全力以赴的，我一定全力支持你，做你完美的后盾。感恩。时间来不及了，新店慈济医院今天有一个新的工程工法，我要赶快去记录啊。阿哥，我看完吼，小姑给我茶会要去参加。啊，你那么忙，需要我们帮忙吗？不用啦，我就是尽力去做啊。我最近啊，常常想到顺德，我就想讲，时间真正不够用啊呢。咱不是盖老了，可是也不年轻啦、啊。
所以我现在就是想说哈，我把每一天都当作最后一天来用，什么事情就是尽力去做。加油！又过了两分钟，我要走走了。陈美，事情要做好，身体要照顾好，尽力而为啊！好啦，我知道了。感恩各位师姐、师兄，再见。做什么代志，请你领情啊。真的很担心你，顺着师兄走的突然，我也会怕你突然走。我们都舍不得别人离开，所以我们自己更要保重，好吗？我明白，顺着师兄的走。你一直觉得活着的人要努力做些什么，这些我都明白，但是你不要太冲好吗？师兄走了，留下师姐一个人，师姐她有多伤心啊。你有想过我？万一你怎么样，我会有多难过。好啦，我知道了。说啊，死里逃生之后要更用力的活。我知道现在说这个并不适当，可是我在想，如果在他离开了这个年纪也要离开人世，那么我就只剩下三年。如果只剩下三年的生命，我为什么不好好把握？我怎么能不好好把握做任何事情呢？你在说什么？过与不及都不好。在数学里面，这个叫做求相交的最大值。在有限的时间，跟你想要做的事情中间，求出那个
那个值，那个才是最好的人生。这是选择取舍的问题。你说的我都懂，可是最难的就是要怎么样取舍。我知道你一直勉强自己，压缩自己，什么事情都要做，什么事情都要做到最好，最好一天当两天用。可这不是人生啊，人生不应该这样过啊。有些事要选择放。老师，诗涵又不愿意上去演了。诗涵，上次老师怎么跟你说的？可是他们全部都笑我。哪有？你们为什么要笑他？我们只是跟他说怎么演而已。明明就有。好，从现在开始，你们不要笑他。也不要教他怎么演，那你乖。你告诉老师，你到底要不要演？要。还是因为你怕被笑，所以你不要演了？很难决定是不是？老师给你一分钟思考，你要是不想演呢，就到台下好好当一个观众；要是很想演呢，就在台上跟大家努力的做练习，也不要怕别人笑了。自己好好想一想，做一个决定。如果你不想演，我们就换人演啦。哎，等等，老师别换人，我要演，我决定了，我要演。你要演。确定了？确定。不后悔？不后悔。决定了吗？决定了。那如果你决定要演出之后又反反复复的，老师就再也不让你演出了。好。确定哦？确定。好。各位同学，吴思涵已经决定跟大家一起参与练习了，我们给他一个最有勇气的爱的鼓励好不好？预备，来。弹风琴的太奶奶，我常常听顾爷爷讲鬼故事。哎，不要跑！有没有摔伤？小孩子就是这样，都不怕摔的。是啊。长大就不一样了，越大越怕痛，变得什么事情都不敢尝试。哟，你今天很多愁善感哦。应该是离开之前特别有感触吧。啊？哎，我来这个学校也11年了哈。嗯。算一算，我教书也已经20几年。所以呢？所以啊，一想到如果有一天不在了，舍不得哎。不在了，舍不得，这什么意思啊？难道说他生了什么病吗？人家说好人不长命。不会吧？怎么会这样？陆老师，哦，
还大包小包，你买东西，你怎么回事啊？今天什么特别日子？我怎么不知道呢？嗯，放放下去。好好好。哎，还有卡片呢，这卡片是要给我的吗？骆老师祝你早日康复。你生病了？我怎么不知道你生病了？对呀、啊，你都不关心我。哪里？没有啦，就江老师误传，所以大家就变成这个样子啦。这真太了不起了，江老师真的太了不起了。哎呦，哎，你干嘛笑成这个样子啊？人家江老师也是好意呀、啊。我只是想说，我想要退休了。没想到他竟然以为说我是生病要离开了。哎，对对对，你刚说什么？你再说一遍，我没听清楚。嗯，我打算申请退休啦，因为年资到了，加上你之前不是说时间就这么多，我要把握时间做点事情，不是吗？哦。所以我想说，如果早一点退休，就可以做自己想做的事情啊。你觉得怎么样？你再问我的意见。要回答你要带动作。耶！我举双手双脚赞成。花给你插喽。好，花给我插。哎，你为什么那么开心我退休啊？你都不反对吗？在回答你的问题之前，你先告诉我，你为什么突然之间想要退休啊？娘，你要退休？真的吗？你们赞成吗？赞成。反正你们退休都一样啊，你不是都回家？妈妈也不会变成别人的妈妈呀。对呀，妈妈也不会变成别人的妈妈呀。所以啦，我没有理由反对你退休啦。只要你啊，不要从太太、妈妈的位置上退休，以后呢，你想做什么就做什么，只要你高兴就好。而且你退休以后啊，有很多的时间留给我们，我高兴都来不及了。哎，你们两个，快点哦，餐厅就在前面喽。日日已过，命亦随减，时间就这么多，要把握时间做自己想做的事。但有时回过头，其实你最该把握的人事物就在你身边。好啊，要是没事吃多少都可以啊。文祥，你可以吃多少，没路还吃。辞职了？嗯，你怎么这么傻啦？哎，我知道你想要多点时间做瓷器，可是我们一样可以想办法把你的教师资格留下来啊。比如说你家里有人生病啊，需要照顾啊之类的，哎，这样你每个月还有月薪哎，而且你年资还会继续增加啊。我都要专心做瓷器了，瓷器人就是要沉正信实，我怎么可能做这些事啊？是没错啦，可是，你是个好老师哎，
你就这样不教学生，很可惜耶。而且你知道哦，有好老师才会有好学生，你就这样离开了，那些学生怎么办啊？哈，也不是说离开校园就不能当老师啦。哦哟，最近啊，我看了一位李师兄大体捐赠的纪录片，还遇到了一位顺德师兄，我从他们身上学习到很多，也得到很多的感动，所以我想要跟他们一样，去影响更多的人，当更多人的老师。可是我会舍不得嘛，我们这么好，你这样不在了，我怎么办呢？那我们还是可以常常打电话呀，或是来我们家坐坐。哎呦，可是每天见面跟久久才见一次面不一样嘛。嗯，是不一样啊，可是这就是提醒我们更要珍惜眼前啊。我开始明白一个道理，这个世界上唯一不变的就是一直在变，所以我们要珍惜当下，珍惜眼前。谢谢前辈。是是是，你做得不错。不客气。没有马上要走啦。嗯。敬礼。老师好。好。啊。这位同学，从昨天放学到现在，你们有想念老师吗？想。真的吗？有很想看到老师吗？有。哦，老师好感动哦。现在呢，老师想要送给你们一句话，这句话对现在的你们来说可能有一点深，但是老师希望你们可以把这句话记下来。来，那边。我们每天过的每一天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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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从早上睁开眼睛，过完一整天，到又躺在床上睡着，也很像是我们从认识到越来越熟悉，到变成好朋友这种缘分。所以我们一定要很珍惜，很把握我们能够在一起相处的每一分每一秒，这样听懂吗？听懂。我们生命就是这么长，我们过完一天就少一天，过完一天就少一天。所以老师希望你们在有限的每一天里面都可以口说好话，心想好意，身行好事，把我们对别人的关心呢传递出去。我们要努力的让这个世界更美好，好不好？好，跟着老师做一次，更美好。请问是洛纯美老师吗？哎，我是。请问你是？洛老师，
麻烦你救救我们，请你一定要帮我们，恩长。他是恩上，谢恩上。哎，恩上，跟陆老师说好。陆老师好。你好。恩上怎么了吗？他是一个自闭症的小孩。我们找了好多老师教他，可是有的老师不是拒绝，就是教了之后说没有办法教。我们已经试了很多方法了。后来我听人家说，你是教静思语的老师，也很有耐心。骆老师，我可不可以拜托你，让恩上转到你们班上？骆老师，我可以到你班上吗？我看他没有什么问题啊。他日常生活啊，普通应答什么的都没有问题，可是就是人际关系不太好，他常常会听不懂字面以外的意思，然后可能会有时候会控制不了自己的情绪，同学都不知道怎么跟他相处，所以在班上都没有朋友。我知道很多人都不了解自闭症的小孩，我也是生了他我才知道的。陆老师，如果有需要的话，我可以到你的班上帮忙。先不用，不用了。那我知道你的意思了。我是说先不用到班上来帮忙。我们每年都会在进修，进修会有特教的学分跟课程。我是想说让我跟恩上先试试看。妈妈也不能跟着孩子一辈子，不是吗？总要学着放手啊。陆老师，你这是答应让恩上到你的班上了吗？谢谢你，谢谢陆老师，谢谢你收留我们母子俩。哎呀，恩上妈妈不需要这么客气，真的。如果不是你的话，我们可能要去启智班还是启智学校了。恩上。赶快谢谢骆老师，谢谢骆老师，欢迎你哦。安怎？哪会这种表情啊？无啦，拄只拄好咧想一个自闭症的学生嘛。自闭症？就是行为啊、语言、思考模式比较活在自己那种小小世界的那样的孩子。听说爱因斯坦啊、牛顿啊，他们也被怀疑有自闭症哎。所以他们才可以那么专心的在自己的研究和发明里面。可是现在在我们这种环境啊，这样的孩子却要被送到启智班去就读，我真的觉得好舍不得。最近我班上啊，就来了一个这样的孩子，叫恩上。我就觉得这个因缘一定很特别。为什么他妈妈会把他带到我班上来？特别是在我快要退休的时候。所以我讲吼，年龄若愈大，承担就愈多啊。这就是今仔日阮两个人约你出来饮咖啡的原因啊。什么原因？哦，就是我咧另外一个恩上。什么？讲真笑的啦。啊，不过吼，意思是共款的。这个世界上，像恩上这种需要人了解、需要人帮助的人真多，所以咱得爱把代志讲出来，好事咱大家做伙来做。啊，搁有啦，遐遐发心共斗相共的人吼，嘛应该让大家知影才对啊。没错。所以这个代志，
都让你来承担吗？什么代志？这文轩，以后呢，就由我来带领大家接触文轩这块领域。陆老师，我觉得这个流程排序这样排不对。没关系，我回去研究看看。哦，不用了，这个我来补充。反正你又不懂，那你为什么就不照爸爸帮你决定的这样走呢？那是因为每次帮我决定都不是我想做的。哎，佩姬，等一下。